枋山乡台一线454.9公里南下处，发生一部自小客车与一部大型重机车的交通事故。洪姓驾驶人驾驶自小客车从枋山乡一处超商停车场起驶，东往西横越台一线，与一部骑乘大型重机沿台一线北往南方向直行的王姓驾驶发生交通事故。自小客驾驶及乘客受轻伤自行就医，大型重机驾驶目前送医抢救中，双方酒测值均为零。三立新闻网，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九四要客诉，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人生惊叹号，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国内外大小事，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 即时新闻不漏接。